远足，绕一圈叫行禅，所以我就一直祈祷说不要大太阳，看那样子太阳又出来了啊。所以本来修会说师父明天早上，明天要下课要结营了，我们要收拾行李了，哪有心情啊？那当然，明天上午是应该是吃完饭以后安排，像你们分批去会见仁波切，好不好啊？因为私底下见呢，跟在台上见是两种，对不对？就像我这个人，海涛法师，你上台蛮严的，跟你吃饭还蛮亲切。我说这个对对对，我亲切，我对你当然很亲切。啊，吃饭嘛，对不对？因为台上台下是不一样人，所以大概会这样安排。然后明天早上就是结营了，然后就要供养仁波切，好不好？当然你们私底下上去也可以供养。然后呢，本来他们没有安排供养了，是仁波切要跟大家结缘东西啊。但是我认为我们要本来就要应该供养。我那时候本来想是说，照佛教的戒律呢是事先供养，对不对？但是后来反正因缘就这样吧。但是藏传的佛教还是事后比较多了啊，然后大家就供养。当然，我还是希望各位供养大包一点。你不要跟我说没带钱，我替你准备好了，来借钱吧。啊，然后呢，我要准备美金，因为仁波切带美国是美金。为什么要美金？因为现在仁波切要回去住在亚利桑那州的道场，可能要长期吧，也为了这个道场的慈悲乐发挥作用，所以那当然大家可以护持这个道场的建设等等等等啊，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去看过，太多东西要做了，就是要很多钱啊，才可以让这个道场更安定，可以发挥社会作用。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有价值啊，是真的有价值。就像这个地方，会长跟我说，他们已经挑了分类非常多的地方，终于跳到这个地方有四种价值。仁波切说的，这个水是慈悲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四个特质，他早上跟我说了，我忘了，等一下下午会介绍。我就说了，我说我发觉啊，我们这批人来这边五六天了，这四个特质都有得到。有一点智慧，有一点慈悲，有一点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地方的价值。所以这边都是道场，在上面那个高的那一栋也是道场，是噶玛噶举的道场啊。然后再下去是法鼓山，是吧？这个地方也是属于阳明山公园，这个是阳明山公园啊。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认为各位可能今天第六天了吧。应该有一点进步，对不对？不然至少冤亲债主也超度一个啊！但是自己内心里面要去一直去反省这些。不过如果要我跟各位说呢，我只能各位说要分分秒秒都在进步啊！就像一个美女，她时时刻刻要表现出不一样的美，免得被开除，对不对啊？因为人家就不喜欢你，就像煮菜的，天天表现出不一样的味道，不能每天都吃同样味道啊！跟你住在一起要住一辈子，这下翻脸了啊！所以，那同样一个佛教徒，空为什么要空？你不空就是直，直就是固定，就是这样，就很痛苦，了解吗？空那就是可以显现一切啊，可以变化一切。而且呢，就像我常讲的那个多切化的那个钻石，它可以啪啪一直反光，太阳一直反光，它可以显现世界，虽然它是空，但它可以显现各种的七彩光。所以他们在摄影都喜欢有那个小珠子，然后摄影投射那一道后，它那个量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朝这个方向。但是你越要朝这个方向，内心更要清净，动机更要圆满，慈悲空性，虽然理论我们都知道，
但是空性最大的障碍呢，烦恼习气啊，所以那这一点你要，我们不要说我们去度众生，以我个人来讲，我现在是透过众生让自己成佛，所以别人讲出我的缺点，乃至我在别人身上不能够圆满的那一部分，我会一直要求自己。你让我失败没关系，但是我找到我失败的点比较重要。我不是说一定要去改造你，啊，这是我的心态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内心接受所有的失败，那这个失败我从这里面去找理由，哪怕99%，假设我对，我还是要找到1%我不对的地方，这样而已。因为被同一个石头绊倒2次是笨蛋。千万不要做笨蛋，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要老是那个样子，老是那个习气，老是那个态度，老是那个字体。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各位眼神要改变，写字要改变，唱诵要改变，思想要改变，因为这个才叫空性，朝这个方向。所以我们汉传佛教跟藏传有一点不一样，藏传是观修、实修、闭关。因为在西藏的环境，各位你想都知道，在山里面哪有什么社会活动？外面40-50度，雪堆得高高的，你要跟自己打仗就好了。啊，你要征服自己。那我们汉人的环境是多元变化的，中国人在世界多少人呢？啊，现在也有一点钱啊。那你中国人假设合起来，华人有20亿人，包括其他的，你要有二十亿的脑筋呢，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复杂里面，这个事项上面去找空性，但是原理都一样，只是那个因缘那个条件不一样，但是永远都是在变化进步，变化进步，当然最好参考不是自己的想法，一手拉着佛陀。对不对？一手拉着三宝，所以呢，一手爱着众生，但是更要检点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动机不圆满，那佛的力量就展现不出去。那佛的力量没办法进入你的心，那你就没办法看到佛性是什么。因为你必须皈依外在的佛，找到内在的佛，见修行，还是外内密啊？他们写，我觉得藏传写这个次第有他的很好，但是很多人不会用，会背。不会用，讲得头头是道，该生气就生气，什么外内密早就不见了，啊！各位，你要每个都跟他讲完，明天我去跟你睡啊，睡隔壁，啊，我一天要睡一个，对吧？我要知道，我要知道你的个性，我要照顾你，我不跟你睡怎么知道呢？啊！所以下回如果我们再办长一点，每天换床位。不是换座位啊，换床位，一起用厕所。你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他为什么的好习惯跟我不一样？为什么这个人每次上洗手间马桶盖都不翻起来的，对吧？我们男生、女生当然不用翻，有些女生是用男生的，用完他马桶盖就放的。我们这可怜的男生要替女人翻马桶盖，啊，那就知道啊，这些女人真的情下长，好在她没结婚，真的会被打死，啊。因为一般的家庭只有一个马桶，女生用完不翻，男生怎么办？那干脆男生不翻，我就在这边小便，然后女生进来就骂，谁不翻马桶呢？那我们就问谁不掀马桶呢？那各位，这个就是生活，你不能说啊，这个跟佛法有关，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会修行，哪怕你是佛学院教授，一看就这个不会修行。因为不懂得关心别人，不懂得别人体贴别人的心态，啊，不懂得待人切物，所以，那你哪有慈悲呢？慈悲本来就为众生想啊。那你研究了一大堆理论，对你有帮助吗？不是理论错，不是佛法错，是不应该用在你身上。给我再告诉你这一点：某些人不能学某些法，某些人不能学某些法。学的是对他是毒，啊，吃错药是最可怕，不是药错，是你吃错药，吃那些对你没用，让你更骄傲、更自以为是的药，很恐怖的事情。啊，佛法修的成功不成功，是在于你，就像我爸爸是一个很锐利的人，我妈妈，我只要见面，我很
修行怎么样啊？我就是他当然不知道修行，跟他有较好，可以跟您阿爷讲话，就这样，可以跟您老伯讲话，这样哦，这样。我妈妈就佩服我这边，你怎么可能跟你爸爸聊天聊那么久呢？啊，我讨厌都讨厌的要命。我跟我妈妈说，那就是出家啊，就是安尼都别生气啊。阿伯丢你呢？阿伯，你跟老伯买好咖啡要不要死呢？你哪有修行啊？你看到老伯的像欢喜呢？你无修行，你讲死嘛，我爱跟你斗阵。我就这样，没办法。所以各位，这个你要表现出来。所以简单的说，我很会看这个，请注意，我很会看这个。啊，那当然，如果各位想要修行，在这一部分，我还是一个不错的老师，因为我以前女孩子买衣服，公司的员工买衣服，做什么都是。包括现在他们要弄佛堂，连一块布的颜色都要拿给我看。啊，各位要做衣服，都在看各位的头发，各位的走路，这个我很会看。啊，以前他们在演电影的时候派角色什么，我还帮忙看，我是编审。我有个朋友是编剧导演，我在旁边看这个这样演可不可以？这样虽然我不是演员，但是我很会看。这个各位也要学啊，因为。没办法，因为你在照顾众生，你要让众生欢喜，所以各位啊，该幽默要幽默，该严肃要严肃，该亲切要亲切，你要谦白，但是不要固定的个性，让人家感觉到你就是安呢，那都不给啊。好，这一帮讲完了，慈悲的力量，请自己看吧。今天是药师佛的加持日，六斋日、十斋日。所以功德多一千遍，来念一下：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家观修，帮助所有三途苦，排位整个世界。希望各位这几天让这个地方更圆满。等一下会长说第四个优点，现在多了第五个优点，因为各位来了。留下这个善业，在这个地方影响后面所有来这边的人，把我们的功德放在这边啊！来，那么不揭发谛，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奢耶耽那揭多耶吽那吽帝三藐三菩提耶达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娑婆揭谛娑哈那摩不揭发谛毗沙奢俱卢毗。那是耶坦那揭多耶吽那吽帝三藐三菩提耶达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娑婆揭谛娑哈那摩不揭发谛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那揭多耶吽那吽帝三藐三菩提耶达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娑婆揭谛娑哈。再强调念的时候，当下你就是药师佛，药师佛圆满的药师佛的功德。为了利益所有正在受苦、身心受苦、轮回的众生，这个叫念咒。念咒要这个强烈的意志、观修、承担。好，我们一起念：殊胜菩提心妙宝，未生起者愿生起，与生起者亦不退，祈愿辗转更增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一点，今天午餐念完以后，反正大家就在这边集合。好，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正好19965232，19965232。
户名、生命。